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七哦，又到我们销售报告分析的时间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的是2021年5月份的销售数字啊。那当然，台湾在2021年5月的下半旬的时候呢，遇到了一个疫情非常严重的状况，大部分地方也都启动了3级的警戒了。所以在这么严苛的状况之下，到底五月份台湾汽车市场的销售表现如何呢？且让我们一一来分析啊。那首先我们来看整体的市场呢，在2021年五月份的时候，台湾总共售出了34403台新车哦。那对比上2020年的五月份，还有成长 2.6% 哦。那是不是大家觉得相当讶异呢？那当然，数字上面呢不能代表绝对的状况哦。数字后面代表什么意义？等一下让我一一来分析给各位听哦。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台湾汽车市场五月份的时候，从一到第十名这十个主要的品牌销售表现怎么样啊？那第一名不意外，当然还是范投塔集团哦，它售出了7955台新车，那市占率是 23.1%。其实对照以往成绩来讲，投塔五月份表现不算很好哦。那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，更是只有做到8×8的一个数量而已哦，而且跟上个月相比呢，更是做不到7×3啦，所以以龙头指标来看的话，五月份的市场其实是衰退很严重的。那到底为什么看起来会反而成长呢？等一下哦，可以再细部的品牌为大家做说明。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名哦，第二名是泛米兹必须的集团，售出了接近4000台新车哦，市占率来到 11.6%。那和去年同期相比也有 3.7% 的成长，算是表现不错的哦。那再来看第三名的话，第三名是宾士哦，这个月冲到了第三名，2707台新车的领牌呢，市占率冲到了 7.9%。那去年同期相比的话，有超过 34%， 接近 35% 的成长哦，可以说表现相当的亮眼。那再来我们来看第四名哦，第四名是近年来表现非常好的 Ford 哦。那 Ford 它的市占率冲到了 6.2%， 虽然呢一样只有2139台新车领牌，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哦，也有成长的幅度呢，来到 38.4% 哦，算是成长的表现非常的好哦。但是呢跟上个月相比还是只有做到8×7左右的一个销售量哦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 Honda 哦， Honda 是紧接在 Ford 的后面的哦，售出的新车是1985台，市占率 5.8% 哦，和去年相比不到90%的数量哦，是衰退的哦。那上个月相比的话，当然超过9×1哦，但是呢整体表现是衰退的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来看的是放尼桑集团的市占率哦，是 5.2% 哦，那是1783台新车领牌，跟去年同期相比做不到70%啊，跟上个月相比呢也只做到接近6×4而已，所以衰退哦，看来是前十大品牌里面最严重的一个品牌哦。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七名的话是 Lexus 哦，售出1722台新车哦，那市占率是 5%， 和去年同期相比也有大概只有8×3左右的销售量啊。那当然和上个月相比的话是有小幅成长的。那第八名是 BMW 1627台，市占率 4.7% 啊，和去年相比有 7% 的成长，还算不错。那和上个月相比也小幅成长了 1.1%。 那第九名是 Volkswagen 哦， Volkswagen 呢销售1329台新车呢，市占率 3.9%， 和去年同期相比有超过 10% 的成长，和上个月相比更是超过 26% 的成长，表现也算非常的好哦。那再来是很少很少进榜，可以说几乎没有过的 Tesla 在上个月售出了986台新车，市占率冲上了 3.5% 了，跟去年同期相比哦，成长的幅度相当相当的惊人哦，这个数字是去年同期的 1450% 啊，可以说表现非常非常好哦。而且这个等一下我们再为各位报告，只有一台车，就是 Model 3。好，这是汽车市场前十名的状况。
在这前十名状况里面，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啊，就是现在整体市场在五月份的时候看起来微幅的成长，其实是很多进口车堆砌起来的。那在比较平价品牌方面，看起来都是衰退的，而且衰退的幅度都很大啊。所以在下旬之后，台湾进入三级警戒，疫情的影响使得展示间的来电或者是签单，因为人跟人之间要接触哦，都停滞了下来哦。那这个数字看起来是因为之前累积的订单啊，特别是进口车的订单，传奇到了交车哦，所这个累积起来的。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话，五月份市场应该是很大的考验哈。那再来，我们来看哦，另外一个就是 Tesla 以单一车款哦，售出了接近1000台，成功的挤进前十名，这也是以一个纯电车品牌来讲相当不容易的一点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品牌来为大家分析。那当然还是提醒各位哦，详细的每一款车的销售数字，在我们 Seven Car 小汽车观点的网站每个月都会详细的统计，也欢迎大家来点选说明栏下方的连结，就有详细的数字可以给大家参考。那现在影片因为时间比较短，所以仅就前十名为大家做重点的分析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名哦，泛Toyota集团来看的话，Toyota这个品牌哦，当然主要的工程哦还是 Corolla Cross， 但是哦这个月哦只有挂牌不到1900台，这个是非常少见的一个状况哦。那包括 RAV4 哦，虽然也有1500台超过，但是只有去年同期的不到1/7了。那 Altis 的话，更是做不到去年同期的50%以下哦，只有1260台，这情况非常非常罕见哦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几乎 Toyota 的车子呢，主要的销售车款几乎都是衰退的。那整体跟去年同期比的话，只做到去年同期的 88%。所以从 Toyota 就可以看得出整体的市场的反应。那当然有几台车我要特别说一下。第一个是 Prius C 哦 ，Prius C 这一台车子已经非常久了，日本已经停产了。那台湾呢，应该会在六月份正式打切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月，不管是四月、五月，它都爆天量哦。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，挂出了489台，接近500台哦，这个情况哦，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。那当然，它停产之后呢，没有后继车。所以会不会是消费者抢购啊？这是一个原因。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哦，因为和运的这个 Iron 哦有换车哦，所以大家都知道 Iron 嘛，在路边其实都会居很多哈，都是 Prius C 啦啊。据说要抢这一波停产之前哦，要换掉啊，所以这两个月爆大单哦，这个是 Toyota 这个品牌里面很特殊的一台车之一。那另外 Camry 的话 ，Camry 2.0 上了之后，它的价格跟它的卖相，我在试车里面讲过，它其的确是相当的这个有吸引力，而且 CP 值相当高。所以我们在看啊，它的 2.5 逐渐出清之后，这个月332台哦，在Toyota进口车系里面，俨然哦成为台柱了哦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房车市场，特别大型房车市场萎缩的状况之下 ，Camry 凭借着进口还有它这个 CP 值很高的售价配备的堆叠，我相信也会获得很多人的肯定的。好，这是Toyota的部分。那再来我们看 Mitsubishi 啊 ，Mitsubishi 呢也可以说是五月销售的赢家，虽然绝对的数字也不多但是我们来看啊 ，Verica 凌力这台车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，有 8.2% 的成长，绝对的台数逼近1400台。当然是撑起这个品牌的工程哦，是最大的工程之一哦。但是呢，哦，这其中呢，据我们了解，这个月Mitsubishi它的表现好呢，除了说凌力哦接获一批大单之外呢，另外
他们在这个前线的表现呢，确实哦是真的还不错的、哦、除了有大单林立之外，我们来看到德利卡，他也做到了逼近平盘哦，800台的量。那 Zynga 呢，和去年同期相比，成长 4.1%， 也有逼近600台的量。那其他当然乘用车不是他的主力，但乘用车呢 ，CoPlus 现在这个几乎每个月都讲到 CoPlus 几乎没有敌手了，因为他的这个车那么便宜哦，那现在小车也都很贵哦，所以他看起来也是平盘的。好，那 Orlando 的话也做得还不错哦，几乎也是平盘，接近300台的量。那当然中间可能有一些批售了哈。那比较可惜的是 Eclipse Cross， 这也讲了很多个月了，不再重复多说。那总之 Mitsubishi 这个品牌的话，看起来五月份是表现相当不错的。那当然因为有批售的关系，但是前线在五月份整个销售的促进呢，我看也使了非常多的力，所以这个还是要肯定一下啊。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三名哦 ,Mercedes-Benz 哦，和去年同期相比成长了 34.7% 啊，非常非常的惊人。那几个主要的工程呢，我们来看 GLC 在产品寿命已经接近末期了，居然还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 21.8%， 绝对的台数587台也非常的多哦。那另外我们来看 GLE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，做到去年同期的 305%， 也相当惊人啊，同时它的绝对数量也有369台，所以呢这两大 SUV 台柱就撑起了半边天了。那另外我们再来看 GLB 也是哦， GLB 虽然138台，但是跟以往比起来，这个也是净增加的数量哦。再来这个 A Class 都是 GLA 都表现都很好。那当然呢，有不可讳言的 GLC、GLB、GLE 水货都不少。那当然水货呢，现在也很多人都进全新的车子，包括 GLC、包括 GLB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表现不令人意外。那以往水货的主力 C Class 现在只有过去5×5的销售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水货在转移了。那当然台湾分公司这里的车也卖得还不错，所以两支相加一举攻下了前三名的位置哦，这个也是相当难得啦，算表现不错。那再来我们来看啊 Ford 的话呢，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成长了 38.4%， 主要工程还是酷嘎啦，但是酷嘎国产车还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啊，这个月跌破1000台，985台，但表现还算不错哈。那 Focus 的话呢，这个月它之前晶片一直在欠，那现在当然有一些晶片已经到了，但是呢，他们做一些分配哦。Active 这个车实在等太久了，所以在五月份的时候，几乎超过一半都做 Active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Active 交了535台。那其他的 Focus 可能还有稍微等车的状况。那整个 Focus 车系来说的话，是做到854台，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小幅衰退，但基本上是一个平盘的状况。不过呢，这个衰退的幅度其实从 Focus ST 整个就弥补回来了。 Focus ST 5门加旅行车呢卖了119台，其实量也算还不错。那当然这里可以提醒大家一点，就是他现在也开始欠车了。 ST 的旅行车呢，你现在如果要买高配的那一款，明年以后了。那当然上个月有推出一款 SLS 的平价版本，现在据说接单也已经差不多快接满了，那这个是现车，所以预计在这个月呢，六月份应该也会结束了哈。那在今年底之前 ，ST 的旅行车只有这一批了啊。那当然，这个就后续了。六月份以后，当然 ST 的数字可以想见会掉下来，因为旅行车没车了嘛哈。那再来，福特的欧系车方面呢，都受到原厂欧洲的影响。现在目前公车状况非常吃紧，不管是 Mondeo、
旅行家，甚至刚上市的 Terminal Connect 只有42台，为什么？因为已经在欠车了，所以 Ford 的状况大概是这样。 Ford 的状况呢，其实表现是不错的，但是主要还是进口车受限于产能倒车的问题。那国产车的话呢，当然有受到一些影响，但是呢他们的单应该还有一定的数量。那再来我们来看台湾本田，台湾本田的话呢，这个月它是做到去年同期的差不多90%而已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主力的车款，可以说几乎台本只靠这一台车，就 CRV， 它挂牌了1113台，但绝对数字看起来破千哦，还有1100多台，算是还蛮不错的。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，也衰退了大概这个 7.8%， 所以呢这个还是有一定幅度的衰退。而且就前线来说的话，其实国产车受到这一次疫情的影响还算蛮大的，所以下个月表现怎么样，让我们一起来加油啦。那 Odyssey 的话改款之后表现就一直不错，当然现在没有竞争对手了，因为 Previa 也停产了，所以348台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长了8.6%超过，所以这表现相当好的。但是其他两个产品就很累了，比如说 HRV 虽然还有破300台，但是只有去年一半的量。那 Fit 的话呢，产品寿命末期了，但是呢在末期的状况之下，我觉得应该在促销方面有比较多的筹码，所以在五月份的时候挂牌211台，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长 22%。 那这里也跟各位预告了，据说这个全新一代大改款的 Fit 九月就要来上市了。好，那当然现在好像部分经销商已经开始预接单了，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期待。好，那如果 Fit 全新大改款上了之后呢，应该会对台湾本田的销售有蛮大正面的注意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尼桑啊，尼桑这个月衰退就很严重哦，只做了去年同期的70%不到。那主力的 Kicks 来说的话，只有去年同期的 55.5%， 绝对数字只有717台，所以算是影响非常大。那 Sentra 的话，当然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大幅成长，但其实现在也只有破500台啊，525台，所以这两大台柱来看的话呢，是影响尼桑整个成绩的关键。那其他的车来看 ，Tida 208台 ，Xtrail 呢196台，其实表现都不算非常的好，所以这个尼桑，我想它是反映了五月份整个市场的状况啦。那六月份会怎么样呢？我想还是持续在观察哈。好，再来看 Lexus 跟去年同期相比有去年同期的 82.9% 的数量那主要工程什么呢？当然 NX 还是有一定的数量，但跟去年同期相比呢，大概70多而已所以有在降了。但是这个车应该也快要大改款，快要进来了哈。大改款之后应该会对它的这个销售有很大的帮助。那 USRX 呢大概都只做到70多-80%的销售量，但是加起来绝对数字还是有的啦。那反而是很稳定的什么是 LM 现在几乎已经变成这个大老板们最爱的坐车了，所以164台看起来是有多少就交多少。那整体 Lexus 来说的话，表现算是中规中矩啦，跟市场上的整个状况可以说是一致的。那再来看 BMW 跟去年同期相比还有 7% 的成长，那其中三系列已经很多个月是一个成长的工程了。那这个月来看的话，其实我们看表都知道 X3 5系列1系列其实都算还不错的。好，那当然 BMW 呢在今年几个月算是稳扎稳打了那当然这个还算表现不错，这也值得给他们肯定那再来我们来看 Volkswagen 呢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成长了超过 10% 那主要工程当然是小改款的 提光，这台车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长了 95.3%， 绝对数字更来到了662台
算是撑起这个品牌很重要的一台车子。那其中我们再去分析哦 ，Tiguan 在试车的时候，我两台车是它现在哦，它只有卖280 TSI 和 Tiguan R 这两台车在交而已。五月份交的是这两台车 ，Tiguan R 居然交破200台哦。所以我在试车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 ，Tiguan 这次小改，我认为它的配备跟它的售价是堆叠它的 CP 值很高，也是很吸引人的。那市场反应也证明哦。特别是提光 R 这种性能车据说台湾销售比例是最高的一个地方。那台湾呢 也是领先亚洲其他市场，包括日本啊其他地方还没有上，台湾先上了，那市场也很捧场啊，所以这个也是给商汽一个很大的肯定啊，希望他们未来的走向都能用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来引进车子。那再来我们来看其他的车子的话，表现就都比较弱哦。那但 T-Roc 的话跟去年都很像，去年没有这个车，所以算是净成长的。那我想最近哦，包含它的新车，它一步一步从 Arteon 开始到提光的小改哦之后，其实 CP 值都算很高哦。那所以当然这个会反映在销售成绩上哦。那我们也值得给他们多一点掌声啦哦。再来我们来看第十名 Tesla， 以一部纯电又卖的不算便宜的车来说的话，能挤进前十名非常不容易哦。当然这有一些主客观的因素啦，但是事实就是它是第十名哦。那在2021年5月份的时候，他们只有挂 Model 3这台车， Model X 跟 Model S 都零哦。所以这个一台车哦挂牌就可以挤进前十名，你看这台车有多受欢迎。所以以一部纯电车来讲，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。那当然后续我们也很期待了，有更多的纯电车可以让市场来接受。好，最后跟各位做个总结，在2021年5月份销售的数字整体市场来看的话，虽然微幅成长 2.多%， 但是呢其实不能反映市场的数字哦。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先前的订单代交车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主要的平价品牌来看的话，包含 Toyota、Nissan 等等品牌，其实他们都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。那在五月份这个下旬开始，台湾很多的人都已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跟活动了，这对于汽车产业来讲是非常大的考验，因为不能看车，也下定的话也要人跟人之间接触嘛，所以六月份到底情况会怎么样，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大的一个考验。传统上来讲，六月份应该是台湾汽车市场销售的旺季啦。那根据我和几个主要的品牌的一些主管做的交流呢，其实大家对六月份的销售数字整体市场都非常的看淡哦。有一说大概差不多预估30,000台左右而已，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，大概会下降至少 30% 到 35%、所以这相信对于很多汽车产业的从业人员来讲是非常大的考验。那当然我相信不止汽车产业啦，在疫情这么严峻的现在呢，对于每一个产业都是很大的挑战。那我们也希望呢，我们的这个台湾，我们的家园哦，在大家齐心努力之下呢，可以平安度过这个疫情。那当然还是提醒大家戴好口罩哦，没事的话不要再去其他地方了哈。然后待在家里，大家一起携手努力度过这一次的危机。好，我是小七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各位新世代的酷咖以及 Focus 车主注意喽！我们的酷派360虽然方便又好用，但是你知道它还可以持续在优化升级吗？由 Seven Car Shop 所独家研发设计制造的 Level 2 Plus 优化研究套件已经正式上市了，现在就立刻上网搜寻 Seven Car Shop 指名参观选购，让我们的酷派360更智慧、更方便、更安全。